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，即届过年的年假有十天，讲对医护来讲是一个大挑战。儿童急诊专家谢宗学来提醒，今年的过年，儿童急诊的人次可能会创下过去三年来上悬的纪录。啊，等待看诊可能都要等两点钟到四点钟。啊，讲这个过年的期间，有三种的病毒会联手来作乱哦，包括新冠病毒、呼吸道综合病毒、甲流行感冒的病毒。提醒乡亲，上好爱甲儿童过年的防疫三宝先甲买起来囥，包括快汰剂、退烧药啊、甲胃肠药啊。阿妈烧麦好好吃，炒几只公真好吃，鸡蛋羹全部吐吐出来，因为到兔年都已经吐干呢。囡仔抹着落落病毒，规身躯软烧烧，都伫咧碰起，有影真严重。小李可以说真烦恼，今年的过年，因为过去三年大家拢挂嘴暗，保护好势，一个解封可能都未过限免疫者，新冠病毒、呼吸道综合病毒、流感病毒三种病毒同齐来，阁叫做三样开泰。预计过年时啊，挂急诊的囡仔会创下三年来上侪纪录。肠胃炎嘛，就是因为可能都吃外食嘛，对人潮拥挤，大概就呼吸道吧。过年这一段时间哈，我们急诊的病人数哈，会大概会提升一些哦，可能有可能。能到两到三成以上。不过，伊所认为过年完幼囡仔来病院诊所的人会更加多，因为老人上北行村的人多，过年煞疫情会阁加关一摆。包括很多人出国会回国，那在出国的地区，如果是遇到感染高峰，比如说日本或者是中国大陆的时候呢？就可能有比较高的机会把这些病毒带回来。欠债别当欠过年，没有债可能到过年煞也还袂离。医生建议爸爸妈妈办年会，爱给你买囡仔快台剂、退烧药啊、含胃肠药啊，该穿好势，再当来做伙对抗疫情。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